会送给榜一榜二一张 TV 成员的手绘签名单，然后榜一比较特别，就是可以直接图案。第三个抽奖就是今天只要做五项采购就有机会获得。你继续。嗨，嗨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在健身房，准备开播了，准备要开播了。大家因为我等一下就是直接会跟那边的手机直播，所以我这个不会有。不会理你们，就是我姐姐会帮我拿着手机，但是我没有不会理你们 ，OK 吗？我不会理你们的。他说他们今天有装广角，所以如果要跟观众讲话，至少要走到这条，走到这一条，不然你要是在这的话，你看见怎么样？啊，OK。对，大家清楚了吗？我不会理你们哦。啊，你先开始好。对，我已经开始。开始，我在外面那边演下去，看不到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等一下就直接锁定我们 Long Life 的官方直播平台 ，OK 吗？没问题吧？我头发看起来好炸，我现在在 Rego。等一下 Long Life 直播开始之后，我就把手机给姐姐了，我就看吧。姐姐，你可以回一下他们的留言。懂不懂啊？问你们话，懂不懂啊 ？OK， 好的，谢谢松阳的回答。好的，谢谢。Larry， 谁是 Larry？Who's Larry？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，反正我听不太到。默默说不会。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因为我真的不会看到你们的留言，我是提早开播，就是为了跟你们说这一句话。他自己说的不是直接跟我讲，他反正他要飞进来，他不跳，他要飞进来。你就说你跟他说是，那就是中间时间。谢谢你的香槟，谢谢。从天下凡的织女的，然后欢迎乐天女孩代言的。OK， 好的。谢谢流浪的香槟，老板大气。谢谢，应该香槟六连锦，谢谢流浪的香槟六连锦，我们假期等一下麻烦去我们 Long Life 的直播间送，对，谢谢你，谢谢 Vlog 的香槟，大家七夕快乐，七夕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健身房？不要问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提早开。谢谢流浪人，大吉大吉。你头发怎么了？炸开了，就是从这边看其实是很正常，因为现在是光是从背后打，所以看起来会有点不正常。对，对。我想要柏林先生穿的衣服。他现在穿的衣服是他的生日 T， 大家可以预购一下。他说想要。大家可以预购一下柏林的圣诞 T 哦。又见面了，我的女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梦纯。提早太多了吧？没有吧？还好吧？提早个10-20分钟。谢谢。
等一下有下雨没有，就是我有点乱绑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乱绑，但乱绑的状态就不太那个。今天好漂亮，每天都好漂亮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这边是几号？这个是到几号？不能怎么用？谢谢松阳的香槟，谢谢博维的 super， 谢谢松阳的香槟六连击，松阳大气，谢谢松阳的香槟，谢谢。松阳，为什么我以前没看过你？还是你改名？我不知道。阿正来了。你叫柏林来，他就这么走了，他就这么走了，笑了，家人笑了，继续健身。能送一个加一个动作，哈？不要，没关系的，好吧。嗨，卤肉饭，他在忙，稍等他一下。谢谢比鲁姆的香槟，谢谢比鲁姆，粉色的很漂亮哟，很对我的胃口哟。谢谢比鲁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今天那么辛苦，都要呼吁粉丝偶像海报慢慢走，确实要好好。这里，对，但是我在。等一下你们就退出我直播间吧，好吗？因为我怕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，知道吗？我怕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。谢谢松阳的香槟，谢谢。5分钟。跳法，大家教的都不一样。谢谢。以前他也想就叫我们跳过吗？对啊，可是我跳他个什么版本，然后跟老师教的不一样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没有什么他们可以指定动作的那个部分？记得有抽那个吧，就是有抽两个指定动作。对，我说指定运动没有这个。今天好像。今天你们拿我们没准，没办法了吧？你们没有，像没有这种部分。可是今天好康很多，所以可以。对，今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今天送的东西很多，真的，就是不是会员点数这些，就是蛮好的东西。对，没错，准备开始。就是说，一个爽的动作，不会再有什么人指定我了，对不对？相信你们不会的。我要加这个。继续，我出来一下。好，要不锁紧点，下面。那他就问这样，橡皮能让拿呀？你要他怎么样都可以啊，可是你要他拿。等一下再拿，我先放着。对晚上好，大家。好，拉。那你们开始开场在那边。好。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。是哦，你是哦，对，好像不知道。那我等下后面跳。晚上好。
是运动往后走，要转弯去的时候往后走。这两个人是在干嘛？不要猜到了，应该是了。好，准备八点喽，来准备哦。晚安，开播。来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没有，他们今天没有带脚架，等下就拿在手上。
涨的时候音会比较清楚，大家听不清楚可以到让你动起来的官方账号听。入场方式只要下载我们的 APP， 封闭，那被阻止它也可以被订阅。好 ，OK， 那欢迎大家来找我们。好，那我再试一遍哦。OK， 然后我们还要宣传今天第一场抽奖，就是让我们在开启十分钟。今天由 Coffee 提供的奖品是 Coffee 的品牌瑜伽垫，那我们就是只要送偶像海报的话，就有机会参加抽奖。那我们呢，就有机会跟大家现在可以开始刷瑜伽海报哦。哦，很漂亮。精心设计。可以看得到马甲线，那大概像这些，你看比较好的，那有明显的腹肌，大概20，所以再努力一点，可以看到一些腹肌。我们要再努力，好，超级再努力。有些陌生就是。在哪里找不到？其实现在应该在浪 app 首页应该就看得到了，或者大家可以直接搜寻“浪你动起来”，应该也可以找到。今天其实最主要，我们七夕一开始产生的动作会跟核心相关。今天最主要是希望打造一个完美然后令人呈现的核心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的训练的产生动作呢，也跟核心相关。先看教练示范一下。对，因为 APP 点开就会有。然后这个第一个动作，我们会先做一个平板的棒式。那在做棒式的时候，手肘撑地，尽量让你的拳头跟手肘这个地方直立直线，然后膝盖先顶地之后，慢慢的让你的膝盖离开地面，先这样子撑起来。那在动作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肩膀要怎样？都还是要顶地，那肚子呢，保持用力的感觉。还有很重要的，我们的臀部也要用力，好不好？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做放式的时候，除了训练到我们核心肌群，基本上你全身上下的大肌群都有在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先帮我找位置，然后双手放在前面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叫七夕情人节特别版放式，好不好？来，手肘先跟你的肩膀呈平行，等一下哦，让我们的膝盖先顶地，肩膀撑起来之后，就用你的膝盖离开地板，对，就在这里哦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臀部在地面，摸我们的眼根，然后足底的腰上来一点点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帮我把你的右手，好，来，那我示范一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右手往前延伸，好，然后回来，然后换左手往前延伸。再回来，好，我们会变成从四点支撑变为三点支撑，好，来开始往前，对，好，回来，然后左手，对，那个带你的腰再下来一点，很好，好，来再一次右手往前，对，好，右手回来，好，左手往前，对，左手回来，好，来我们连续五个，好，来开始。那其实这个动作在操作的时候，我们的腰头还是要保持松下，尽量减少太多的旋转，然后尽量减少太多的旋转。好，来五下完之后休息一下。好，来。所以你做的暖身，再向暖身一点。然后你会有这个是暖身吧？顾名思义，就是要马上让你的身体暖和起来，所以有点像。来，我们先问一下特别来。
起来根本没有暖身到吧？不怪教练的。核心没有在用力，好，那很常接到我们下背腰部的力量。那我们请代言帮我示范一次放式。好，那我们稍微调整一下他的动作。来，你在这个位置操作的时候，你帮我把臀部有点向下弓紧。对，对，然后放手上面，放手，自己要这样子好一些些。那其实有发现，他其实从你的尾椎到上背到，他还可以再起速度啊。那如果错过的话，其实这个地方超难。这样我们就要比，我们要让你的速度这地方往上比一点，对，这样就是一个还蛮理想的方式。好，其实这样大概撑个三十秒就会蛮累的。好，你要不要先让？好 ，OK， 休息一下，很好，我给他们做努力，示范的很好，示范的很好。好，那像刚刚呢，最主要是往前，等一下我们换侧面的，核心肌群除了前侧之外，还有侧面。好，来，大家一样，我示范一次。等一下呢，先帮我成这样子。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然后左手在地板上。记得要。今天有反过来超过教练。然后右手这样子抬起来，只有我们的侧面的核心稍微出力，把身体这样带上去。OK， 尽量让你的右手往上延伸，好，做一个侧面的方式。主要是训练到很靠近地板那一侧的。OK 哦，好来，那我们先成预备姿势，我们准备好，头朝这边。右手撑，然后左手往上延伸，这种感受会不错。对，左手握拳，然后左脚在前。对，好，来侧腹出力，然后把我们臀部一带一拍力。来，后面两只脚都打直，左边的臀部再高一点，然后可以的话再高一点。对，尽量让你的跟刚一样，头上背到腿的位置还是保持一致，现在就掉。对，好，开始已经有人在抖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再停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换边。其实刚刚这一组做下来，有被调整过了，带引动作比较稳定，开始掌握到腹肌用力了。我们马上换边。好，那另外两位，因为昨天有特训过，今天有点抖，正常。来换左边。好来，一样、哦。那可以的话呢，我们的右手。就往上延伸，从你的右手到左手，它应该要成一直线。OK， 来开始。那身体撑起来，从我们的头上背到你的脚，这边都是直的，身体不要旋转，保持朝前的。好，好，这样不错，越来越标准。最后三秒吗？还没。最后，刚开始就在最后三秒。最后三秒。好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很好。然后这一次问一下 Momo， 刚刚哪边用比较容易？侧腹，很好，就是这个地方没错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训练核心，除了训练正面之外，侧面也要练。OK， 那等一下还有右侧的部分要再练。对，就是其实一般来讲，像我们在做练习一些像。A 杠的伸歌，或是一举，其实都会用到我们前后左右的核心肌啊，不是只有大家常见的卷腹而已，没有。其实我们在练核心的时候，应该是360度都要训练，好不好？好来啊，三位，等一下帮我穿鞋。直接躺在地板就小菜一点，他觉得太轻松。
快快说，嗯，没有，我们吧，也会很紧张，但是因为我们前两天都有继续来练习，肌肉已经发生了。指定教练都来一起，指定教练都来一起，可以吗？就是两个主播改成教练应该行，他们愿意的话。大姐，我上台报，上台报。40秒吗？哦，你准备要做哪块40秒？指定主播做穿小鞋，没有指定主播哎，做过的瑜伽垫跟我们一起做，吸吸吸，放吸吧。没错。那转速真挺快。今天放100秒约好，应该会比较好。指定主播可以品牌 logo 的瑜伽垫。非常有质感，收纳方便，它收纳很方便，直接折。它不是那种卷的，就带起来就是很轻，随时随地可以放置。搭捷运就可以带在身上，搭捷运可以放置，随时铺在地板。对，等一下出差，准备来报。但我们刚刚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纠正。已经有人动这样了，已经可以看。好，看一下。流浪人，恭喜恭喜你，流浪人中，恭喜你，恭喜。哎，你拿这个要运动，拿来用，要用。那你拿去私讯给小编吗？那请你去私讯让你动起来账号。恭喜。一些资料可以活动，可以放动漫歌，你想放什么都随便。对，可以放随便你。那来这边应该可以听到。对，绑成二 K 或者 TP 手绘签名版，然后要记住绑一 K 指定画的图画，前面画的图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会再开始一个怎么样？好，我们非常感谢 V 拉 X 赞助，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再送出一个礼物，那就是只要送红箱海报的话，就会抽一罐送 V 拉 X BTS Dynamite 系列旅行包。我真的好快，我会开启10分钟。那大家开启10分钟，跟刚刚的抽奖一样，大家一样。那海报刷起来，酷哎，旅行包大家可以来装好，应该就是健身之类的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下一个运动啦。OK， 好来。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，训练的时候呢，会训练到蛮多的心肌，所以你等一下呢，就会练到比较的后侧，你的上背还有大腿的后面，还有臀部的部分，都会训练到。那先帮我面对前面，然后手呢，帮我放在这个地方。四只手指头插在这里，这样子。这边有块骨头，这边块骨头，那你，那我们把它呢，两只脚先跟我回蹲，女性同宽的站距，对，女性同宽的站距，有点太宽了，再站窄一点，对，大概女性同宽的站距之后呢，把我们的髋关节这个位置，慢慢的往后推，脚是回蹲的，身体跟着往前倾。有点像是鞠躬的感觉，然后把这里往后。那这个过程呢，你的膝盖跟脚还要是保持垂直的感觉。哪边会伸展到髋关节？大腿后面。我们刚刚所讲的后侧的肌群会稍微支援一点。好，那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下不去，那代表说身体要稍微往前倾一点点，你的上半身就会下去。好嘞，我们来调整一下动作。我们手碰到的地方，慢慢的往后推，很好。这里往后推，身体往前倾，到底后面有没有做到力量？有一点，开始有，好，可以再大声一点。那上半身呢，还有核心用力的感觉。刚刚我们练习放式有点接近，好，你应该要保持你的背、身体稍微直一点点。好，来推回来，再次，来再一次，好，我们再一次。刚刚已经在那个了。再放。好，其实这个动作练习就有点。好，来，我们再一次，膝盖保持回弯的情况下，屁股往后推，身体往前倾。很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臀腿应该会有点拉伸的感觉。那个 Momo 跟戴宇，你们的背杆再挺直一点，好，保持有点挺胸的感觉，这边也是很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来站直，对，那感觉臀腿用力好不好？大家感觉一下是大腿后面还有臀部的力量。来，再一次哦。屁股后推，身体前倾，膝盖回弯，来，我们连续做5下，来，推，站直，推，好，来，最后来4个，那起下会痛吗？稍微展开，有点太紧，来，膝盖这个地方固定住，
大腿的力量多一点点。然后好，来最后两下，这个地方固定住，身体往前趴。对，好，这样一个，膝盖别收，来身体往前倾。好 ，OK， 好站直。这个叫什么动作啊？这个叫做罗马尼亚硬举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会练习罗马尼亚。罗马尼亚就是一个地区。那这个动作是那边的人发明，所以像有些重训动作，我们随便举，像北欧，罗马尼亚发明的北欧版，好，他就前面观察。那还有这个动作，已经给了保加利亚，这个国家发明，保加利亚是一个本身要做的。训练动作前面都会有一个地名，所以假设呢，今天梦辰发明的走就可以叫梦辰弯举，对，梦辰硬举之类的话，对，是有这个概念。梦辰硬举。等一下呢，送各位一个壶铃。我要壶铃来喽，壶铃。来，这个你的一个，稍微距离要远一点，不要站太近。来，那先帮我把壶铃拿起来。被打直的情况，教练对不起。好，先拿起来，靠近哪里？好，先把它拿起来。好，站直之后，壶铃呢，先放在你大腿的前面。等一下呢，就保持刚刚的姿势，尽量维持好。好，您的手呢，就是维持在你的身体前方。那脚的部分，保持一点弹性哦，慢慢的往后推，身体跟着往前送。壶铃往下抓，背要挺直，有点挺胸的感觉，可以站直。但你突然进步了。你有拿重量的做得比较好，不错不错，好，继续来开始。好，开始有重量，其实会让你的身体找到那个平衡。好，来，那其实动作过程你要想，壶铃的地方会往下倒，对，壶铃的地方往下。好，来开始，身体往前倾。来，还不错哦，可以站直。它主要是训练到你的大腿后面。好，来，再次，可以。那其实大部分的人久坐啊，或者是站太久，或大腿太紧绷，都要该训练一下这个动作。来，可以站直。它对于我们训练核心，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都很有用。好，来再来。看起来是蛮轻松的。对，身体前倾。好，来突，用力站直。我们现在给的重量是6公斤。来，满身合力的。好，今天有帮你们准备8公斤的。我可以举他140公斤，骗人，骗人，要看杠片加上去给你们看，我要看现场要看。好，来预备，然后再来哦，来一样，你往后推，身体往前行，好 ，OK， 站直。那下来的时候我们吸气，站起来的时候吐气，最后两，来，下去吸气，上来。再下去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放地板休息一下。来，换教练，100，140。哎，默默这一次腰会酸吗？会，不会吗？就跟我们前两天的特训，动作越来越标准。但是，真假的，这个也可以冲。我们壶铃最重这边是20。对啊，那你们壶铃这边20。算十个，我手上还不好看教练。送20公斤，好漂亮。好，还好，那刚刚练完，应该觉得大腿后侧还蛮有感觉，还有臀部的部分。那其实最主要这个动作呢，训练到还蛮多我们的核心。这里不行哦。我要抽奖，要到让你动起来的官方账号。等一下，帮我把。可以从右上角点进去。然后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。那左脚的脚尖踮起来，这个动作叫做单脚的硬举。那跟刚刚的动作有点接近，但它是进阶的版本。然后我们把壶铃拿在你的右侧，然后两只脚稍微回蹲之后，屁股一样往后推，身体往前倾。这个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的大腿的后侧跟臀部，刚刚拉伸的感觉会更明显。然后，对，然后
后暂时。那动作过程，我还是一样要保持脊椎中立。在装啊，在装。脊椎中立就是你的背都要保持正直。教练，还是。其实想看的是教练，教练是不是？手碰到这个地方，他都应该要平，然后再往后推身体的支持，然后气暂时推把身体回来，把腿收回去，然后再次，对，来平衡的先，再次，这边都是绷紧，然后这方式跟刚刚一样。下来的时候吸气，那上来是用力啊，那我们上来用力的时候呼气。OK， 好，然后背都直喽，来再次，好的，身体前倾，不会有点撑太多了，膝盖跟脚踝在动作过程中保持垂直，回到脚边，看到没？还不错，还是这样。对，身体要有点前倾哦。好，来我们再一个换边。好，来换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左手拿壶铃，那你左脚在前，右脚的脚尖跟脚跟的距离就是这样，大概是平行的站法，这边是平行，右脚脚尖跟脚跟是平行，然后另外一只手一样放在背这个地方，稍微回蹲，哦，屁股后推，身体前倾，是的，对，大家都是往回站姿，身体往上延伸，再一次吸气。往后，好，吐气，左脚也可以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，来，加油，好，来，开始练好了，好，来，来，帮我背再打直一点，没事。你在动作过程，我们的大脑要想着，背要挺直，然后，现在左边大腿的后侧要拉伸，然后，呼吸的部分，是香槟金色特别版，老师。上的时候用力站直。后大腿会有比较多拉伸的感觉。那边我们等下直接，我们来快点出来，公布一下。好，运动太认真了，好快。还在瑜伽店呢、啊，还在瑜伽店呢、啊。没有，恭喜您，恭喜您。我这边我准备要设最后一个抽奖活动，然后我们想要做的话，还有 Q&A 一下，线上问答。线上问答。今天上课太认真了。没错。来，我们开放问三个健身问题。三个太少了吧？好，现在先开放三个。教练好帅，教练好帅，所以要多来看教练。我觉得这里的粉丝是教练，不是吗？我发现教练很好，很多。像是我们的那个黄沙，教练单身。教练的第一半是大。那你其实在内容里面有什么？是我们空军队的。不是不能吃，只是说他可以选。现在也是到九点哦、喔，九点。去卤味摊，哎，老板那个鱼丸，然后贡丸，啊，豆干，全部了。大家不能都这样点。我吃的是鸡。然后如果乖乖的点，例如鸡腿，或者是可能高丽菜，或者比较健康的豆腐，那我觉得，那因为他的，但这一组真的是吃的最健康的一组，必须说。像三位平常非常棒，拍照，那其实。在镜头前面会避免水肿，所以我会希望你们，在吃卤味或者是比较咸的时候可以过水，就准备一碗热水放在那边，你所有要进到锅里面的东西就过下去，再送进去。但它还是保有卤味一点点的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。卤味。对，它还是有卤味。
对，除非那家卤味摊它这个用料比较节俭一点。我吃火锅的照片给你们看啊，其实呢，每天都传健康餐给他，他有一天传了一个火锅给我们看。其实大家要有观念，这两个真的健康餐吃的很认真，必须说。之所以我动了多，我是为了可以吃，好没有了。他训练到瓶颈了。好，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心理的层面。我觉得大部分人遇到瓶颈的第一个会想说放弃，那其实放弃就很可惜了。像我到现场，大概练了快五年，那其实前前后后我有受伤，对，我受伤两个月没练，但是我最后呢，还是在那两个月之后，我复健了大概快半年，然后现在又突破了一些，但其实这个极限是稍微需要一点，我还有两个礼拜哦，心理去克服，对，你要去想你当初健身的初衷是为了什么？因为训练还是跑步？不是。我是因为车祸，然后我骑得很慢，然后结果还莫名其妙被一台 March 给撞到。那你觉得还讲得更明显？对，我那两个月就那个增脂减肌啊，他是增肌减脂，我是那时候增脂减肌。有受定吗？所以要克服心理的那个障碍。那其实呢，就想一下你健身的初衷。我当时健身的初衷是想要像美国队长那样，从一个很瘦弱的人变到很重。那时候是看了美国队长，所以我自己提醒让你早点睡觉。我一开始是很瘦，不是我说早点睡觉，他们就会早点睡觉的。一般人的概念，其实我觉得像代言啊，或者说我目前来讲都是活动量比较低啊，因为我觉得你的饮食上应该都还蛮忌口，平常应该都有在这个方面下足了功夫，但运动量太少了、啊。如果没有来健身房，可能一周。运动量不到一次，那跳完舞就是都会跑去吃一些辛苦面啊，或者是吃个两种炸鸡啊。那其实这就不行。好，我建议你还是一周大概运动到三次以上，我一周练到六天。所以之所以我吃火锅不会胖，礼拜天休息，所以我一周练到六天，所以我吃火锅也不会变胖。大家有这个观念，我动了多，所以吃可以吃。截图截图。你就什么都吃吗？对，我大概除了。就比较甜的食物，我比较不喜欢吃，但是大部分大家喜欢吃的，我偶尔都会吃。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，因为我训练的动作比较多。没错，大概一个半小时。这两个一起打游戏到半夜三点，两个一起就是，不是只有李梦纯一个人。一起好，一起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没错，所以通常像早上上课，然后下午。刚好有空，稍微练一下，然后晚上再上课，然后再处理一些时间来这边漂亮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两个好漂亮，有漂亮。教练说的很专业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去年，他们有练过第三个了吗？我去年三月份。训练讲价的。哎，两位，讲一下。没错。三位一起的，三位一起在干嘛？偷懒哦。然后限时是二十，对，现在是限时二十个，但比较长的感觉，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累积？今天可以想一下要指定什么动作？三点开始吗？好，那我看我男朋友抽他。上礼拜抽到我们那个点数的朋友们有来运动，有没有看有没有来啊？来美吧，我们来三天好像都没有遇到。这一期哦，对，接下来要继续训练的，对，动作还有什么？动作还有可以训练，可以继续训练吗？好，就给他们各自都单独的做一组两组的。OK， 没问题。所以在旁边休息，教练这样。稍微难一点的教练，这个人在休息哦，大家都看到了。那先示范一次哦，这动作比较难哦，所以等一下在操作的时候务必要小心。好，来，我示范一次。那我做侧面的，等一下呢，壶铃帮我放在你身体的前面，这个壶铃大概离你的脚一个脚掌的距离，那脚尖稍微有点外翻，这样子，手放前面，
冷静，好啦好啦，相信他了。都是这样子，只是我们是要把壶铃把它带起来，甩起来，甩起来。对，好，来我讲解一下，这个动作叫做壶铃的摆档。那它其实是运用，比较多你的大腿后侧还有臀部。OK， 那还会训练到一点点你的心肺。来，那我在这示范最后三下。好，来再认真看啊，这动作比较难，因为。其实做错会容易伤到我们下面。来，推，一，二，三 ，OK。然后结束后慢慢的放下，完美落地，好不好 ？OK。那我们避免等下甩到人，所以都面对前面。因为说正常教练，有人说正常教练拿二十公斤的壶铃。好，这样很轻松。好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先不要急，那个壶铃先帮我放到地板，对，然后把距离先取出来，拿黑色的，不要叫你拿红色，好、哦，来，这个红色的是八公斤，黑色的是六公斤，来，那个距离先取出来，这个大概尽量不要躺到旁边，没有你这样不是好吗？我们还没举，哎，好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就你给我一个空间，对，谢谢教练。来，壶铃要放在你的前面，然后背先放下，好，学我动作，对，然后上面模仿我动作，这样子打直，先抓住壶铃，然后慢慢把它拖到身体的后面，好，可以，手伸直，要做好，好，对，然后力量运用，刚刚臀腿力量提供，把它甩起来，对，好，眼睛看地板，对，甩起来的时候看镜头。穿起来的时候看镜头，然后下去的时候看地板。对，来宾是调整一下乐天女孩的代言。好，下来身体前倾，很好。好，再一周不错。好，背部要稍微吃好了。好，默默的进步。对，好，终于在推的时候再站直一点。对，用力站直。好，这个动作如果你做对的话，应该训练的比较多的是你的后大腿。好，来最后三下，三，好，二，一 ，OK， 好，不错。你第一次来讲的话，这个动作做得还不错。你会想要？我每天都要被叫一起做。全身，就是你整个下半身加一点心肺都会去，因为这个动作是比较连续的，然后速度也比较快，所以你会短时间内会觉得比较喘，心率啦，就有点像我们跑步的感觉。刚刚默默已经喘到有点快说不出话来了。没有，教练练这个可以跳臀吗？没错，这个观众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这个动作其实它可以完整的训练到臀大肌的。他这个很有威风。想要训练翘臀的朋友们，我非常推荐你们练壶铃。好笑。所以有事没事呢，来有没有壶铃 ？OK， 那如果没有壶铃的。你如果没有壶铃，你可以把你家的书包装满东西，在那边甩来甩去。OK， 那我们帮我把壶铃放到后面，那换上可爱的粉红色的。对，粉红色的。好，这个先给我。好，这个放飞。来，因为呢，让你的这个动作，它稍微带到一点惯性。所以你下来的时候可以借到你大的力量，那你推上来，其实可以做得很好。所以，理论上来讲，我们刚刚做六组，现在应该可以再直接加个五组上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预备姿势。不好，我讲解一下，甩到哪里？大家甩到你的肚子就可以了，甩到胸口太高，对，大概甩到跟你的动型很平行。那下来的时候，因为你要让身体前倾，所以视线要跟着往下。OK，
好，一样下去看地板，上来看镜头。好，不错。那也会用到腰的力量吗？其实腰部在这个动作来讲的话，负责稳定就可以了，尽量不要感觉到你下背或腰有点酸痛。没有这个。屁股比较痛。对，屁股比较酸痛，这被刺激到。轻松，对啊。那个身体要前倾，眼睛看地板。好了，下去。好，很好，带你做的标准。来，接下来没算，好，来最后五个，来，好，五、四、好，三、二、这个教练也不行了。好，可以，来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对，摸摸哪边用这个力量。嘴巴吧。有一种那个臀部优化的感觉，变成翘臀的。那一旦今天这样子体验一下，比较高强度的训练方式，很好。等下这动作我们再一组，既然它可以那么大的有感觉，那我们就再做最后一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教你们一个技巧，就是在上来的时候可以去配合呼吸，所以。通常我自己在训练，我会刻意的把这个作品要完整一点，要吸气，然后掌握。要发呼吸。对。好，很像。对啊，有点像要吸吗？好，很坚持，真的很坚持。对对对，要试一下。对对，比较像。因为可以喊别人。对，你就像你这样吃拉面这样吃的感觉。来，你们手部放这里。对对，你们手部放这里，然后你们这样子。真的，好，那个观众们不信可以试试看。对，观众们如果不信可以试试看。真的，你这样试，其实可以。重点，重点。好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好，我看直播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马上来实际操作一次。OK。实际操作。对啊。上来的时候再吸气，对。笑死我了。对。官方上号听声音吧，大家。好，把这个呼吸法运用极致，很好。好，加油，很好。要上来用力站直。对，很好，我要死了。好，来最后五下，对，被打死。然后，对。好，来最后三个。好，来再两下。是。OK。这个还没做完，会先上。对对。笑到肚子痛。有肚子痛，我们一直都拍一些画面，是教练的一个人，在练的时候，就一个人在试，那就希望你们不要试。真的好笑，我觉得，就是教练的。哎，因为这只是一种呼吸的方式，那因为像我平常会操作比较重的重量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会产生比较的危险性。那为了保护我的腰啊，所以我会运用这个呼吸法。越重会越大声。越重越大声。所以有时候到健身房。对，大家会互相比较。看谁叫最大声。就代表那个人举得越重，大家知道没有？可以举5公斤叫的比谁大。我有趣哦。对。要不要喝水带？好，来，我们休息喝个水一下。好，来回答问题。来，班长，请你的动作来了。对，是呼吸的方式。第一成员的手会先柔软，然后防疫前期柔软，然后再起来，然后没错，刚刚那个其实就是一种呼吸核心的控制，就像我们看动漫，是不是很常讲叫呼吸？鬼灭之刃的什么？水之呼吸或者什么雷之呼吸？之类的，那像核心也是有核心呼吸的这个运用的逻辑，这个不是。这样放慢套路就好像比较有兴趣一点。
Hello，Hello。还有8分50秒。还有八分五十秒，我们就要冲刺可以的指定动作了。今天他那个加速抽奖，这个光线很失望。上面跑的是妹妹，受人中重金月高。哎，你动作慢。然后会有粉丝叫你那样拍一张，拍一张。百事出身，完蛋了！我下次就验收你们这个东西。然后就一群粉丝在那边，还可以互动，来，我们做一组。等一下，单手好不好？单手的。
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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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一对一，快来一对一，一对一，不能偷懒，这边也要客气。好，欢迎 Momo。来，下一位，行，那一样，先让绳子拉紧，人往后走。对，来，绷紧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脚往前放，再往前一点，再一小步。真的吗？来，再一小步就好。OK， 好不好？这样子不错。然后这个是整步，目的是先让你的背整个打开的感觉。对，好，好，来，吸一口气。好，吐气，上来，好，手肘的位置大概成九十度，这个低一点点，表情非常得意，看起来很轻松。哎，张一还没开始，他手在动。好，再往下一点，不要省劲，来慢慢往后，代表昨天恢复没有做好，太晚睡了。好，来三，哎，你别练，你别练，你讲说还有两分钟就不能结束了，再往上一点。好，脚心弓起来，脚心弓起来，好辛苦，拉起来做三连拍动作。好了，三来上。大家怎么带出去？我等他们打一中大家。哈哈哈哈哈！要松一口，要松一口。你胸，你胸，你胸，好，身体要维持好，好，慢慢倒。刚才你讲，来，可以，是。做你讲，好来，送我下海挂。哈哈哈哈哈！教练没有对着镜头说。九十度，好，来低一点点。送偶像海报，还有一分钟。哎，你们问下来，问下来，问下来。好，没事啊。好，来最后两个。好，好来上。好，做什么来一点？再一个。好，默默越来越厉害了哦。好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来，接着送偶像海报。监督一下你的团员。十秒，最后十秒，来，我今天跟停十秒，来，要升级，吹生日蜡烛。阿正，阿正，好好好，阿正。好，等下拍。那我们等下拍。对，等下拍。你等下拍。那我们要结束都会拍。好。那下一位。先下一位是谁？明天。今天是十四。二五。倒立是基本功，请拍的。祝你明天生日快乐！好的，明天生日快乐！默默打教练，默默打教练，不是，啊，我这边不是，不是，你是想打教练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想打教练，没有这种，等下打。他没有留言。
他们那个他们按要重来一下，就是给他们看一下。两分钟。对对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帮我开一下吧。默默，榜单，按一下。计时两分钟。对，给他们看。好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榜一、榜二的不要回信，没抽到不要回信。对镜头。好，那我们计时两遍喽。接榜倒数两分钟，接榜，接榜，你听我讲嘛，接榜，对，榜一榜二，一分二十，一分二十秒左右，倒数，榜一榜二啊，榜一榜二就可以获得第一的光盘，会签名版，榜一可以指定，第一名可以指定同伴，同手会同伴，棒棒，同伴拿出起来。截图。
到最后才看不到。你没有待到最后看不到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大家拜拜拜拜。